掌声有请，六号楼上有请。全程热烈。好。东北爷们就是棒，要么有我要上头上。心胸我有一道题，想让六号姐。王玉儿，那你告诉我们，接下来还有没有远达的事儿了？对，你先给我痛快的吧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们有留灯，但是我们可能不大合适。对，我也感觉到他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但是你真的很棒，很优秀啊，真的很欣赏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远达，谢谢谢谢啊。远达也很棒啊，支持王玉儿到最后。刚才王玉说的这话好像一下子就有点哽咽了，是吗？怎么一下子感动了？其实我之前有预想过这样的局面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，就很聪明，就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很有趣的一个男生。其实我跟刘畅有很多不搭的地方，就是因为我一定会留在长春的，但是他之前说了，因为母亲的话要留在通化，然后呢他也说了他不是喜欢粘人的人，然后还有我俩的年龄可能都会有差距，但是我觉得当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这些都还好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。喜欢一个人的结果并不一定非要说两个人结婚啊，在一起啊，以后怎么样，这都不算是结果。喜欢一个人最好的结果就是我告诉他我喜欢你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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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你刚才要说要问刘畅一道题是吗？啊，对，什么题呀？那个我在白板上写吧，在白板上啊，好好好，来，点儿哥，把这个白板给我们抬上来。啊，好，好，那刘畅你站我这儿来吧，王月你过去吧，啊。这是要答题相亲，他说要写一道题嘛。啊，对对，好，是需要给你翻译出来吗？那个就是算出来了是吗？算出来了，你给大家讲一讲啊，我们这个都那个就饭都吃了，你给我们讲讲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来，啊，同学们请看黑板啊，这个化学符号美是美，这个里面这个东西叫做心，他们两个发生了一个化学反应，镁进入到了化合物当中，但是得到了一个锌。这个是化学老师的一个浪漫的一个表白方式，他翻译过来叫做你的美。叫做你的美夺走了我的心。
但是我先来，然后你后来擦肩而过。但现在的话，咱们两个有了交集，可以面对面这样沟通，也算是比原来更近了一步。但是